生化新经典最强武器之一死亡骑士即将下架，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它最后的光辉。Oh yeah， 好家伙，我是小徐。CS Online 最近的话呢，也是要马上更新了。然后生化感染模式中的生化新经典也是要删除这一把死亡骑士加四了。所以今天的话呢，给大家带来一期 CS Online 生化感染模式死亡骑士加四的一期视频啊。然后有小伙伴可能会疑问啊，这个死亡骑士加四为什么要删除呢？其实原因很简单，死亡骑士加四实在是太超模了，因为在生化感染模式中，武器普遍伤害不高的情况下，死亡骑士这把武器很神奇了。第一点，它这么一个伤害超级无敌高，打身子两三百，打头一千多，然后它的换弹速度也是极其的快。看到我们就换完了啊，就转一下换完了啊，这个弹夹无限使用就很夸张。所以说，然后死亡骑士也是很多玩家可能比较有意见吧，然后这次版本更新之后可能就彻底要删除了。所以说我们最后来体验一下死亡骑士最后的光辉。然后地图方面的话呢，我是选择了一个玫瑰小庄园来给大家玩一下，好吧。然后躲在这个地下室里面，地下室的话呢有一二三加上我三个人，不知道能不能守住啊。然后武器方面的话呢，我是死亡骑士，两把死亡骑士，一把这什么枪来着，他这个枪是什么来着，那个星际重炮是吧，叫做啊，对，星际重炮。 OK啊，其实我感觉生化感染模式中官方可以加入更多的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武器啊，不用非要追求伤害，可以加入更多有意思机制啊，比较有意思的武器，我觉得挺好，是吧。啊，来看一下僵尸呢，我来了，哎呦，枪这被炸了，我去，直接没了。我们出来看一下吧，然后大家里面我估计也没僵尸来抓我们啊，直接去围栏吧，直接上围栏，上围栏。 OK， 小心点，不要被抓了，小心点，小心点哦。然后这个房间里的死亡其实也是比较多啊，你们看全部拿的都是死亡骑士，很夸张啊，很夸张。来，僵尸远程一枪两百多，221。来，僵尸来了，哎呦，这僵尸行不行啊，这僵尸来抓人啊。打身子的话呢230多，我看一下能不能打头啊，各位打头我估计能上1000多。来，僵尸来了， OK， 不要急，左眼底下打头是900，看到没有，将近1000左右的一个伤害，非常的夸张。这个房间好像玩家不是很热情啊，我发现这个房间枪尸都病殃殃的啊，跟一副要死的嘴脸一样的，要么挂机，要么就病殃殃的，抓也抓不起来，太怪了啊。我们再来个2局吧，如果这个房间一点都不激情，那我们就换个房间玩好吧。这房间一点都不激情，真的是啊。有没有僵尸？ OK， 没有内鬼。我们这边的话呢可以躲在这边爽射啊，非常的 beautiful。 来，看你跳，哈哈哈，僵尸怎么又挂机了呀？哎呀，这么不激情啊，真的是。生化感染模式不是应该主打就是个激情，主打就是个爽快吗？这僵尸怎么感觉一副要死要活的嘴脸啊，怎么回事啊。好的，既然找不到好玩的房间，那我们就自己创一个，对吧。然后的话呢，我是创了一个房间啊，创了一个生化感染缔造者的地图啊，是一张生化金字塔，一个 CF 的一张随机地图，我们来稍微玩一下。然后房间里面的话呢也有8个人了，非常的 beautiful 啊。来看一下这个房间强度就很高了啊，僵尸比较猛了，比上前景的玫瑰庄园的僵尸病殃殃的好太多了啊。来看一下僵尸在哪里，哦，在这边，好，直接开启瞄准，200一枪，不要走小伙子，不要走，来瞄准。哎，你，哎，我说过了吧，强度很高，对吧。哦，这张地图，这个图我记得没错的话是 CF 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叫什么遗迹是吧，我记得是 CF 的一张图啊，我但是太久没玩了，我名字有点忘记了，但我肯定在 CF 里面玩到过啊。这张地图的话呢，我看我们哪里可以守点啊，我记得没错这边应该是可以守点的啊。我是母体，操，嗯啊，我是母体，怎么回事啊，那我就要发威了呀，真的是，我是母体，你们人类还想赢吗？哎呦完了，哎呦这么多人啊，怎么回事啊，怎么，等一下，等一下，我先稳一点，各位，玩生化感染模式我们一定要智取，哎，不能够太鲁莽，我们先要去抓落单的，各位先看小地图，我们先抓落单的，这边有一只，哎，我们先把这个落单的给抓了，落单抓掉之后我们僵尸势力越来越好了之后，我们再去破最终的点位。哎，哈哈，怎么回事啊小伙子，漂亮啊。然后看还有没有多单的，这边的话呢也是人类待的地方比较散啊，比较分散，我们可以先，哎，这边有一只，
来来来，嘿嘿嘿，这边也有一只，哈哈，我来啦，宝贝，我来啦。哎呦我要调戏一下他的呢，就被抓掉了，真的是。好的，这局的话呢，还是十三号地区啊，这局我们要学乖了，这局我们就不去浪了，好吧？这局我们就不去浪了，我们这把稳住。来来来，有没有人来帮忙搭个人梯啊？有没有人帮忙搭个人梯？来来来，帮忙搭个人梯 ，Come on baby， 帮忙搭个人梯。哎，对，帮忙搭个人梯。哎 ，Very arigato gozaimasu。来，你站这，你站这，僵尸是不是？不是，来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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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阿里嘎多，可是伊玛西，阿里嘎多，阿里嘎多，你别动啊！让我来，让我来，让我来！哎呀，让我来，让我来，来来，让我来，让我来！哎，好，好，阿里嘎多，可是伊玛西，这把无敌了，各位，这把直接无敌，好吧？哎，拿出我们的小小死亡骑士，哎，疯狂的爽射蹂躏这只僵尸啊！来来来。怎么这把就一个僵尸啊？为什么呀？为什么上局是两个僵尸，这把就变一个僵尸了？这是不是有点太不公平？我们这局要稳住啊，各位！这把僵尸就算再垃圾，我也要稳住，我不会再受僵尸的当了啊！僵尸看到了，哎，两个僵尸了，可以。左键224，打头的话呢是800多，还可以伤害900、200。死亡骑士也是我个人在生化感染里面非常喜欢用的枪啊，但它确实在死亡这个在生化感染里面挺超模的，我看挺多玩家对它都有意见的啊。我记得 CF 里面十三号地区这个地方也是能够上的，如果你会卡墙啊之类的，好像也是能够上的，对吧？啊，哎，僵尸来啦，怎么回事啊？想上来吗？怎么回事？想上来？啊，想上来？谁让你上来的？真的是啊，花旦 ，OK， 哇，我们这个地方真的太无敌了，就是这个地方唯一有个缺点，就是需要牺牲一名队友，牺牲一名队友之后你才能够上来，不然你这地方上不来啊。好，来到了下一张地图，这张地图的话呢是一张，哦，这个图大家有没有印象？老玩家应该非常非常有印象啦，给大家3秒钟，大家来猜一下这是什么地图，好不好？3、2、1，啊，我看到了，我看到大家弹幕了，没错，幽灵模式的幽灵之都，这张图的话呢是已经被删掉的幽灵模式的地图。好的，这边的话，我僵尸有点多呀，这局什么情况啊？这把僵尸怎么这么快呀？抓的有点离谱啊！我完了啊！来，不要慌，不要慌，有没有僵尸？有没有内鬼？有内鬼，好，死亡骑士直接拿上。200多一枪，哎，死亡骑士可近可远，可长可短，非常的舒服。290一枪，然后打远一点的话呢是260。死亡骑士它其实最厉害的地方不只是它这么一个能够伤害很高啊，它还可以穿队友，还可以穿墙，你们知道吧？死亡骑士穿透力非常非常强啊，有些枪的话呢你前面堵了个队友，你的子弹是打不出去的，但是死亡骑士就无视队友，直接可以把子弹打到最前面，这就是死亡骑士最厉害也是最好用的一个地方。51、100多啊，隔墙的话大概就是100多的伤害了，伤害就低了很多，这句话呢僵尸也是开始多起来了，我们先这边稳一下，不要太靠前，容易被抓。280多，看能不能击杀一只僵尸。其实打头的话收益会更大，但是打头我们有点不好瞄准，太远的僵尸就不好瞄准了。被僵尸了 ，OK， 僵尸，哇，僵尸怎么爬到那个上面去了？哇塞，哇塞，一枪爆头，这有点帅的，各位，这有点帅的，有人都拿刀上去刀这个僵尸了，太惨了，真的。僵尸也太惨了吧 ！CS Online 生化感染模式应该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一把枪能够超1000的吧？死亡骑士应该是第一把打头能够超1000的，在生化感染里面，所以官方要把它给禁掉。OK， 好，我们这第四回合了啊，来这局的话也结束了。嗯，来点好玩点的地图吗？有没有别的地图呀？怎么老还是生化金字塔呀？怎么啊？还是生化金字塔？那我们去老点位呗。等一下，我们这局来个不一样的地方，我们这局直接去金字塔的顶尖。好吧，这样子我们就能够看到整张地图里面基本上所有位置的小僵尸了。哎，不过这地方也是比较难守啊。
なぜこの世界は私にこのように。OK， 没有内鬼，非常的好。然后这把我们来看一下，开局的话呢是有四只母体，这就对僵尸来说比较有利了。僵尸来了，死亡骑士，爽点就完事了。僵尸躲在那里面，僵尸躲在那个里面，你们看到没有？我来个手雷，哎，就躲在那个里面，我都炸到他了，200多，完穿不了墙，这个地方穿不到。等一下，我有个大胆的想法。躲这边，谁让你躲这边的啊？怎么回事啊？躲在这个地方，你以为我看不见了吗？直接把他摁在墙角锤，各位。好，换弹。直接把他摁在墙角锤。哎呀，挺会走位呀、啊！我空了半梭子子弹。好像没了，各位，他没了。换弹。OK， 又带走一只。我们这把的话呢，已经杀了3只僵尸了吧？还可以，还可以。快快上来，上来，上来！好的，来到这个上面的。然后僵尸的位置在那边。死亡骑士可远观也可近玩捏，直接远程射击。僵尸靠近，背镜一关，直接变为近战冲锋枪，非常凶猛。来，僵尸了，完了，我连要失误了。救我！我的队友们，救我！我的好队友们，你们在干嘛呀？救我啊！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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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僵尸有点小多，僵尸有点多。哎，完了啊！哈哈，西巴 KCG， 完了，各位，僵尸这把自闭了，僵尸已经不来抓人了，僵尸这把已经自闭了，来都不来了，已经，怎么回事啊？枪自闭了，各位，来抓人啊！来抓人，来来来，来抓我！求抓求抓，孤独求败，直接安如磐石。来嘛，这僵尸是不是略感疲惫了呀？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哎呦，不见了，哈哈，不见了！这个小伙子被我点的要难受死了，要。好，站在这边。哎呀，我这个枪法真是没谁了，一枪都中不了啊！怎么回事啊？好，这把结束了，总算让我当了不是一把母体了。哎呀，当母体真的太痛苦了。好，又来到了生化金字塔，我怎么发现这张图怎么老是水到这个生化金字塔，好难受啊！再把我们看一下，我其实挺想守一把这个笼子的，但笼子好像没什么人愿意去啊，因为这个点位的话呢，需要大量大量的人才能够守住，而且一不小心就会破点，所以估计没有多少人愿意去啊。我们先待在这么一个一线线这边，先观察一下情况。不是僵尸 ，OK OK， 然后这边的话呢，一只老母体，一只小内鬼，那我们就拿这个拿死棋点就完事了嘛。这把的话，僵尸还挺多的。有4只母体这一局，哇哦！人多的话呢，它这个母体会随着人数的增加，会越来越多的。OK， 没有内鬼，可以。这把的话呢，我们这个笼子这边非常安全，人数很多，可以的，各位，可以的，感觉能守，终于感觉能守一把了。我们不过也不要太靠前啊，靠近这么一个门口的话呢，也容易被抓，所以不要太靠前。然后就拿死棋开右键，死棋的话，它你开近的之后啊，这个射速啊。会比普通你没开进的射速会慢那么一点点，续航力会更久一点啊，所以我们尽量开进打，然后尽量点那个僵尸的头部。好，好，好，换弹，开右键，打头900，太猛了，各位，真的太猛了，子琪。换弹，咔咔。一个，两个，三个，各位猛不猛？救我的死期猛不猛？太猛了，换弹，太猛了，各位，真的，真的太猛了，打头1000多一枪。好，又一个四杀，已经没 ZQ 了。换弹，换弹，没子弹了，没子弹，大家帮忙点一下，快点一下，快点一下，快快快快快，别让僵尸进来了。又一个五杀，
完了，僵尸要进来了，快点掉 ，OK。太危机了，刚才那个时候差一点点我们就要被抓了，差那么一点点。换弹换弹换弹，快快快，赶紧换赶紧换，完了，这个点位里面已经没有机枪了，机枪没有子弹了，然后就被抓了。各位，这个点位的话其实死棋它确实很强，死棋你要说它唯一的缺点吧，就有可能是这个僵尸如果太多就不好打了，也许就是这点缺点啊，其他方面真的太优秀了，说实话真的太优秀了。好，我们来到这么一个管道里面，不过这前面的人是不是太多了呀？等会直接人体蜈蚣了，直接一抓一个准，抓抓抓全部抓完了，人体蜈蚣了，直接太吓人了，快快快，赶紧守波点，赶紧守波点。你们看死棋的话呢，就算前面有再多的队友也是能够穿透的，也是可以打到最前面的僵尸的，就是完全不用担心前面有队友。在管道里面死棋超级无敌好手，超级无敌厉害，超级无敌的猛，又一个莫名其妙我们又杀一个，各位太猛了，各位还弹咔咔咔，换完子弹非常简单。哇，这兽炉，哇，就这兽炉，这后面的僵尸有点蠢蠢欲动了呀，感觉总感觉这后面的僵尸要把我们抓了，我们得小心点，这个屁股后面的僵尸，这屁股后面，别往后退了，别往后退了，要下去了，别退了，别退了！哎呀，哥们儿，往前一点呐，往前一点啊，受不了了！别退了，我要无了，我要被炸下去了！别退了，往前一点，往前一点，求离高啊，求离高！哎呦，真受不了！这后面我一个人很没安全感啊，这屁股后面，啊，这屁股后面我很没安全感啊。我们也就只能在这边点一点了，没办法了，各位没办法了。这后面的话如果他们大人梯真搭上来了，我就完蛋了，我第一个被抓，各位真的我第一个被抓，我们得小心一点，在屁股后面快快快快点住点住点住，不要让他们上来了，我也不敢这个探头啊，我们这时候如果探头了我们就叽叽了。来开右键，他们在下面搭人梯，你们看到没有，但死棋的话有穿透啊，所以说也不用害怕，也不用很害怕，下去真的是一定要时刻注意好我们屁股后面，前面的话我们就交给队友了，一定要时刻注意好我们的屁股，这屁股太危险了，我一个人守屁股真的太危险了，我一个人守屁股，只要后面被抓了我就全锅了。不要上来，不要上来，下去下去，我们的死棋击退力还是挺高的啊。前面也来僵尸了，哇，完了，我就换了个子弹啊啊哈哈，我就换了个子弹我就被抓了，擦，这把看来已经没什么危险性了，各位，我们管道正前方有个小伙子拿了把电锯啊，锯得非常的猛，你们看有我当年风范啊，一个人单枪匹马，真他妈菜，我刚夸完，我刚夸完他，真我操，我刚夸完他，他就下一秒就被抓了，什么鬼啊，在逗我吧，真不禁夸，我真的是我真的绷不住了。好，我们先不要急啊，前面这个队友的话要拿了一把沃尔特，沃尔特的话击退非常强啊，所以说基本上前面我们先不要急，我们死期要让他发挥出最大的伤害，我们就得等僵尸先稍微进来一点点之后，我们然后直接点头部伤害是最猛的，所以得稳住，各位得稳住，心急吃饱热豆腐，我们先稳一下。好，等下进来，来蹲下来进啊，好，进来了你就准备受死吧，你进来就准备受死吧，换弹，好，趁这个时间赶紧换个弹，好，换完弹了，来进来进来，哦，僵尸没血了，僵尸没血了，你能不能收个掉，飘两一只，我这些人还卡管，他们还能卡管道卡上来的，真的假的呀，啊，其实管道危机二啊，我操我操，原地奔出这么多僵尸，你堵住是不是啊，这僵尸跟那个植物大战，你们玩过植物大战僵尸没有，这玩意就跟植物大战僵尸以上，从地里面冒出来的土豆啊，土豆雷是不是啊，从怎么下面冒上来的。那我们今天视频的话呢也差不多到这边了，死亡骑这把武器在生化感染模式里面我感觉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强势啊！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玩一下，下版本估计死亡骑就要被删除了，好吧，那我们本期视频就到这边，我要去，我们下期视频见了，各位拜拜。
拜。